上课有什么？哎，B 加就是很聪明，很聪明创作。门提大就是他可以做一些，都很像 Lego 这样，你会动 Lego 吗？有些人 Lego 它可以斗成一个屋子，还有也可以装成个机器人，所以他们就来比赛这个，你看，啊，对吗？所以今天他们有一个比赛，不但应该是比赛啊，可以啊，那期我就滑下去了哦。可以啊，姐，第一面，谁没有？田鲁啊，田鲁你有吗？你没有的话，我啊，整这个份。是我的，我记得我有给你的嘞。哎，行，田鲁，我记得我有给你是吗？不是国文，是国文题，不是国文题。你没有，在我这里。真的没有多了哦。那老师跟着名单走的，可以啊？全部人都有了啊？国文、数学，对了，一定是数学了。今天星期四了，给、okay, 我们先来看每一个图的意思。OK。第一个曼达达甘迪里就是他，很像你要参加东西，你有吗？你要先登记你自己，曼达达就是没登有记。啊，OK，比如老师今天讲，你要参加这个国文讲故事比赛，老师我已经有参还加是你了要参耶。加这个设计比赛？老师一定会给你们填一个表格，对吗？对不对？对，那个对不表格对？是给我们回家读的。不是读，反正你要参加设计比赛，对吗？你一定老师会填给你表，填一个表格，你要先登记你自己，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你一定要先登记你自己，如果你没有登记自己的话，那个老师讲你没有资格参加，登记自己啊，你的名字啊，OK，所以这个是登记，就是你要填上表格咯。登记啊，就是你要去柜台那边登记啊，那你要报名来补习，你要登记你自己，对吗？你要把名放在这边学院说你来要来补习，如果你没有名字的话，老师就不会给你上来这边补习，因为你不是我们这边学院的学生。当然，你出去了，你不要补了。老师也把你的名字给删掉，老师就会退出你的名字了，对吗？啊，那个叫登记跟，现在我们要登记，我们要参加比赛，登记啊。这个是 Diri 是自己，所以自己的名字不是帮别人登记啊。OK，Pertandingan Regatta 是设计比赛，懂什么是设计比赛吗？懂什么是设计比赛吗？哦，懂什是要么？设计那个，比如他，你看他要做一个车子，他们就要讲去设计那辆车跑车，你要跟人家不一样的跑车，你就要去想了。OK，第一个这个啊，等一下我们就会来造句啊。下面的线啊，等一下你自己拿你的铅笔画一画线哦，好不好？因为老师打印出来，它就是这样蒙了啦。那解放不了。这样啊。哎，来，per tongkos rumus, biar ber 啊，tong，然后 kos，
然后一个省钢 lumus，这个就是说很勤劳意思，很勤勉的意思啊，就是很勤劳去想这个比赛这个设计，因为他要拿想拿到奖，他当然是很想，所以要想出特别的那个什么，那个特别的设计咯，对不对？今天 Venice 的位置为什么有人霸占呢？虽然上网课哈，那个位置还是属于他的哈。给哈希尔吉答案，哈希尔吉答案就是这个，你看他现在在做的这个成果，设计的比赛的成果了，好吗？哈希尔是成果啊。那嘉轩还在楼下，不要上了。有，他在楼下，妈妈讲，不要哭，完全，又哭啦，不要来了，又讲他生病了。对呀、啊，你们每天叫来哈，老师很难的嘞，又不是一年级的人呐、嗯？哎，他有来吗？流感不可以来的嘞，他会传染给别人的。结果啊，接答案是创建。结果他就传给别人会，真的会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他真的会。前面如果他发烧，他来哈，你刚好老师那医一点，生确诊他是 A 流感，可能你下一个人就会中了，要马上隔离哈。前面的人中。好了吗？第一个图跟第二个图，还没。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大标题了，他们要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先了解意思，等一下我们才来造句啊，因为每一个横都有一个句子，然后我们才把它变成你再一给。个段落，这个叫做作文了。这边应该是要有。三个还是四个？不是六个。今天我的水平该不去了哪里？应该要是在台湾里。对，谁捡到了？有人捡到哈、啊？你又知道了？因为刚才经过的时候看到。我拿这个当水瓶喝水，白开水。他注意这种东西，他就注意到，然后他看这个字，他看不到。OK，好，是 kill 了啊？啊？又还没？那你自己想清，自己来看这些吧，你自己想。我 clear 了，真的，我不可以等太久。喂，你好了没有？好呀，你的字写还好了呀，不然老师看不懂哦。OK，第二个图讲完了，现在我们讲第三个图，什么是 Hakim？Hakim 就是哈，每个比赛一定有一个 Hakim 的，那个叫什么？不是，快点想。Hakim 就是说我来做 Hakim，一定是老师啊。对了，裁判，裁判啊。一定要有个裁判，为什么要有裁判？是要看谁玩透啊，你有玩臭的咩？啊！裁判是哈来评估到底谁的创建的作品比较好，懂吗？就是说哦，今天我给二年级的来参加一个设计比赛，OK，老师是裁判啊，还记吗？OK，来，大家都有参加对吗？OK，老师一定会选出三个是最好的。他当然是有冠军、亚军跟季军，对吗？所以这个我是冠军。Hakim 的工作就是裁判，他来评分，说哪一个人的值得拿冠军。OK，Manila 就是评估咯，啊，就是我要评估你这个东西，给、评估啊，好像来考试评估这样，我评估你。啊，为什么要有评估？就是像考试的时候，到底你的这个啊，等一下老师讲哦，winner 啊，要看你们
哇，我会。评估 OK 吗？我不会的话就惨了。到底在上什么课？Memory marker 就是给分数，Memory 是给啊，给分数，有高的分数，你的东西越美，分数自然会更高，对吗？像写字比赛这样，啊，哪里是有裁判，对吗？你写字写得很像潦草的字，你肯定拿不到很高的分数。今年啊，你们的比赛有那个英语的比赛吗？有啊，我拿到冠军，真的哈，拿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有一个奖杯，还没有拿到奖杯，拿到那个一张一张纸说你是冠军的是吗？还那个，讲看不出哦，你拿讲故事比较厉害，讲故事哈你。看得出了，你的那个，你的声音也是蛮响亮。OK，moon chow，接下第四个图啊，moon chow 就是出现了什么妖怪是吗？妖怪，出现了，它出现了什么抓啦？开心，啊抓啦不是 gambira，是的抓啦意思就是冠军，他拿到的冠军啊。罗汉也是可以抓到，这里也是说他成为了那个得奖组，OK，冠军，OK 也是可以讲抓到冠军，所以你看他只有他拿奖杯，校长给他一个奖杯，这个校长咯，还是可能比赛单位的那个两个有打领带的，你不给他校长咩？我们有，学校这里是学生。有一个房子，那个是不给知道。Gambira，我第一样开心。开心，OK，这个叫开心。OK，好了。好啦，最后一个图了。Penonton bertepuk penonton 就是你们是谁？除了学生，在看比赛的人叫什么？不是，观众叫做 penonton 啊，观众啊，观众啊，很期待每天哦，有看谁是这个冠军。啊，不得不当然，就像你们在学校的，你们就好有最好是有颁发这种奖品的，我们就不用上课了，对吗？全部集合在礼堂，有老师龙休啊，老师退休，你们是最开心的，不用上课。哎，不得不当然，当然是拍手或者是鼓掌，拍手啦。啊，拍一张手，拍手啊，拍手叫好说也很好，我们。可能他拿到冠军，因为他已经是参加了这个奥吉达的冠军。给伊布爸爸，我不用讲了。爸爸妈妈，对了，爸爸妈妈，我没有写啊。刚刚是手。刚刚是手咯，所以就拍手。我直接写在的波那边啊。给邦巴就是很自豪啊，在这里是自豪。自豪，自己的自，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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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豪？啊，自豪的，OK。他的爸爸就是在，我不懂哪一个是爸爸妈妈，因为他没有讲，哪一个？这个啊，对吧？一部爸爸就是这两个。爸爸妈妈的事。我有在录课是吗？没有看到录课。呀，阿甘啊，阿甘就是姜，华语叫做姜啊，姜，不是将军的，是将来的将，姜。将军的将也是那个将吗？举行，举行。
只有一个刘泽汉有来，其他全部没有来。我们全部都。OK，蒙阿达干，OK，蒙阿达干，这个是我上回有跟你们讲过，叫做举行蒙阿达干啊。我看你应该是忘记了。嘉轩，你应该 OK 啊，没有在喉咙痛了啊。如果你不 OK 的话，我跟你讲，你还是一样喉咙痛。你看瑞恩也是喉咙痛。没有啊。那天谁喉咙痛啊？啊，我的女儿坚毅哈，她也是喉咙痛，喉咙痛很多痰，她很勇敢，她没有哭，她也跟我讲，妈咪，我的喉咙很多痰，我就跟她讲，对，我就跟她讲，你把你喉咙的痰吐出来，然后我就给她吃一点药。没有妈妈，现在天气很热啊，有烟霾，照上你哈，如果有去，啊，你有去户外啊？我那时候也有喉咙痛，一起两个。是，这种很难免的，不是老师造成你这样的，我跟你讲哈。然后你不要跟妈妈讲，老师骂我啦之类的东西啦，我不懂为什么。你们把那个全部的东西扯到刘老师的头上，我觉得我很无辜咯。我真的是觉得哦，为什么？他上课没有专心，这个是真的，的确我跟妈妈讲过。然后他就知道老师骂他了。如果你上课专心，你写字美美，我不会投诉你的。像田如亮，老师从来没有投诉他的，真的，他东西美美的，完全美美给我的。OK，我要举行，改的大题目是什么？哈，那边有个大标题。我没有讲，我讲那个图片有一个字叫什么字？啊，我讲那个设计比赛叫做“Pertandingan pertandingan 啊，mereka 这个这个不用大写啊，你不要突然间给我看到那边有大写，我也要大写啊，不用啊，因为它不是名词啊、哦。mereka cipta OK 记好了，我跟你讲，你抄你一定要跟着我啊，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不然我擦掉哈，我跟你讲，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啊，你不要跟我讲老师，我又擦不到哈。OK，这个是第一个句子，你一定要先介绍他的学校有这个比赛。OK，这个是 record 举报，我举报又不见了。举报在这里啊，我写在这里啊，不要大写。因为他的那个大标题他给你，因为他们一定要放个标题。OK，该我写什么名字？我写瑞恩，你要，如果你写什么名字，你就给我什么名字啊，你不要。啊，对，瑞恩得了第一名，他已经成为抓拉了，OK，也、yeah, 恭喜他哦，OK，已经得啦，得啦，这个叫已经啊，我写华语，你也写华语啊，瑞恩得啦，给、okay, 登记自己参加这个比赛，登记叫什么？上面有登记叫什么？你自己写。登记叫门章，然后就叫你。你写了，老师，哎，可是那个是男生的，他语句里面随便我改可以吗？他不可以叫瑞恩呢？我是女生，我是男生。你给我写男生的名字啦。那我写。怎么后面也是有 N 的嘞？男生也是有 N 的嘞。对呀、啊。怎么不可以 N 呢？对呀、啊，全部都是女生的，女 N 呢？女 N，女 N，你是女生。这样就见恩咯、哦。见恩，全部都是恩恩恩。有啊，怎么不可以？可以，mendapatkan diri。然后我改 Oscar，男生的名字。可以，dalam pertandingan mereka cipta。还是本单名单一度都可以，你要写 record 几大也可以啊。啊，他已经把自己登记在那个，哎，我本单名单写错了，本单名单，本单名单一度，那个比赛啊，我们直接讲一度就好了，就记好了。然后这个段落就完成了，OK？第一段写完了，因为他已经跟你讲就是这个，好啦，所以第一个图已经好了。
他给你，我等你刚来加几道，你可以写来加几道，你不要写这个也可以啊。我要换一换，如果你不要写这个，如果你不要写这个啊，我就割掉。你要写来加几道也是可以。因为他给你不等你刚来加几道，我是没有看到啦。什么？你抄错什么？你要跟我一样。OK， 如果你写了一度就算了，如果你还没有写，你就写 regatta， 因为它的上面它真的是给你参加 bertandingan regatta， 明白吗？一度也算的吗？一度也算。你如果有位你就去写，如果你没有位就上第三排，就是这样哎。OK 啊 ，OK， 现在第二段了，我们要看第二的句子 ，bertonggurumos 那一个勤勉啊，跟他的比赛结果了。哎，他的建啊、建创建结果，好啦。还没，第一段还没。你太慢了啊。我有点难记啊，这个名字我要换，他们讲是女生名字。老师，女生名字最喜欢。老师不要 Q 我。我 click 不到啊，我要换在上面的。我叫 Oscar。嘿。我的第一名拿不到啊，他拿不到第一名了 ，Oscar。老师，我不要改。你不要改，你养是女生。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啦。啊，你要帮 Oscar 啦，因为真的是男生的名字，不是女生。因为这个真的是男生，不是女生啊。可以换女生啊。啊，不可以换了，不可以换。OK， Oscar。和 ，OK， 其他的比赛成员叫做 Berset 啊，其他参赛。好，等一下你们自己换啊。Berset 就是参赛者啊 ，Line， 其他参赛者，你关掉它了。参赛者。我是大来人教授，其他参赛者啊，然后你的那个，你的那个华语字也写在那边啊。我在写。我是大来人。奥斯卡，你的字给我写好了呀，我真的看不懂啊。哎。还没有啦，我因为我要换这个名字啊。你看到我空吗？你有看到我空了吗？前面空你要写哪里？你自己觉得嘞？你觉得要写哪里？你来问老师啊。我已经教过你们分段了，如果你分不到段哦。给 Oscar 的 first the line 就是 Oscar 和其他参赛者怎么样？这里呀、啊。没有，如果你有位，你继续抄；如果你没有位，你就可以放在第三排。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因为老师刚好没有位了，我已经跟你讲，如果你要写一度也可以，你要写 regatta 也是可以。哦，因为他是啊，这个就分第二段了。哦。如果你忘记分，我还是要跟你讲，你要重新擦掉啊。你不要继续抄啊，奥斯卡，你自己来抄啊。这里前面你有看到我分了吗？因为你看我一开始从这边开始写，一度我这里就空了，然后你前面就要空了，这边要空。又写到这里了。我要去看了。当时我的对吗？错，没有空到，你的要量格子，啊这个对，啊对，你交叉，这个对，这个来问我。哎，这里空，用手量。OK， 你对，那你空掉过，你的不对，来，这是什么？是不是在线还是没在线？然后在线的，然后你这边给我移过来，不要开过去，你的对前图，然后我要看，你的对，三圈的 ，OK， 对，啊对。然后椅子刘老师讲了，我真的要把椅子拿掉哎，他明天哦。老师，你不是讲有个很跟在上面，然后他哪记得吗？
是的，我不要给他坐椅子。你看他的椅子已经靠到别人的坐姿了，他没有提醒自己啊。今天我没有，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不然他讲我没有给他机会吗？明天今天还是这样的话，明天他就没有椅子坐了。他不要怪刘老师吗 ？OK， 奥斯卡和其他的参赛者怎样？勤勉，我该给了你一个字叫勤勉，叫什么？勤勉叫什么？看你的，看你的那个图，有一个勤勉的 ，Badungus， 讲读 ，Badungus Lumus， 很勤勉的 ，OK， 写这个字啊 ，Badungus Lumus 啊，完成，完成叫什么？不懂。不懂，门尿干，像你做功课，你一定老师问你，完成功课了没有？完成了，那个小。结果不能写。完成了，我们讲数的写，现在我们把它改成门尿干，就是完成。完成。下是完成，或者是好了。我们在这里，我们讲完成了啊。不要做梦哦，老师帮不到你。等下我抄完你就惨了，我跟你讲，你得自己造了。But don't go to Muslim 你要干什么？他有给你一个什么？门要干什么啊？他的创作成果，创建成果叫什么？上面有第二个图叫什么？好行。他修什么？妍希，看你的第二个图，有一个。我没有写门哈修干，我没有，他没有给你，他没有给你门哈修，你不要写，自己自作聪明写。老师，我要写门哈修干啊。哈修。写答案。写答案就完成我这个句子了。哎，所以他讲奥斯卡和其他参赛者勤勉完成他们的创作成品。我要你们换男生的名字，不要写瑞恩的名字。我刚忘记他是男生，变成他瑞恩已经变成男生了。妍希，我刚看到你没有换到瑞恩的名字，把他换成奥斯卡。你看老师已经换成奥斯卡了吗？没有，你就写你的奥斯卡啦。你不要写奥斯卡，你就写孙翔。谁的名字都可以，只要他是男生。还是你要写嘉豪？可是你们不懂。啊 ，Kelvin 也可以。老师快点，等下吃了，等下做完正面哦，正面都还没有做完。他只是知道我的华文名字。给之后，科尔姆迪安。我的那是从 Q 开始。嘘，之后啊，科尔姆迪安就是之后。之后发生什么事了？多少？之后怎么样？各位裁判叫做什么 ？Para， 裁判叫什么？同学们？快点看！我刚有跟你们讲第三个图了。裁判叫什么？裁判前裁判的名字。Hakim 啊 ，Para Hakim。啊，因为我写给你啊 ，OK， 法拉哈金评估莫尼赖，可能我的字哈、哦、又一定会被躲起来了。是。给法拉哈金莫尼赖，哈西尔吉答案。我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创建成果啊，哈西尔吉答案。当然，你把你的东西把它创建出来，你一定要给裁判去评估，对吗？谁不要给裁判评估的，那你就得不到奖了。可是比赛哈、哦、不一定要得到奖啊，这个是一个参与感哈、哦。我是觉得你们是要勇于参与啊，不是说哎我要去得奖我才去参加，如果你得不到奖，你就会很伤心，对吗？老师，你可以讲到。很像老师上次哈，他老师选我去参加，华文讲故事比赛。是我说华文故事比赛，可是很意外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可以拿到冠军，结果老师宣布说我是冠军的，我当然是
很惊讶，我因为我觉得我是只是抱着那个心态是去参加，老师讲没有人要参加就派我去参加。派对的人了咯。啊，派对人了，给他下题答案，参赛者叫什么？快点看。Berserta。Okay, Hasyam ceritakan berserta dan dan memberi memberikan maka maka juga ke pensu. Okay, ha, naga, ah, 裁判就来给分数啦，他来评估他们的参赛者的那个那个创造成果和给予分数。memberi maka 也是有啊，你在这边看到吗？那个 memberi maka。OK， 到这边啊。OK， 谁拿冠军了？这个接下来这个图 ，Oscar。已经哎，已经哎，我已经跟你们讲，已经叫什么？德拉，蒙丘抓了，出现了冠军啊！德拉，哎呦，我要擦掉了嘞！蒙丘抓了，记好，这边啊。不要唱了。OK， 谁很开心？哇 ！Oscar。Oscar 怎样？这个句子要怎样造 ？Oscar 怎样感觉？觉得？觉得。觉得叫什么？三个隔壁的可以，可以三个，三个什么？隔壁啦！你要写三个，可以看，很开心。要考完了吗？这个这段好了，那老师就要跟你讲，我要擦了喽。啊。London 还是 Pernondon？ 啊 ，Pernondon 啊，观众是 Pernondon。各位观众怎样？给我鼓掌哦耶！这样叫 ，Bertepuk。Bertepuk tangan。Ya bertepuk tangan。你拍手，你也是观众啊，你是本能动，你本能动你是听，你是看我教书哎，好吗？你们是来看我教书，而不是来上课。刚问的问题没有人回答。好了，本能动本的报答案就是各位观众，给一拍手这样哦。请讲，给爸爸妈妈叫什么？爸爸妈妈叫什么？李布爸爸。你叫什么？爸爸妈妈叫我。李爸爸妈妈叫什么？奥斯卡。李布。爸爸。爸爸，就这李布爸爸而已。谁的爸爸？该我们用谁的爸爸？奥斯卡。没有了，瑞，我讲我换名字了，因为我看到她是女生，她看错了。OK， 我这里不够位啊，我接第二排了啊，不棒啊，很开心，很自豪，感到自豪啊，不棒啊。两个段落。没有，我后面这边我不够位写了，因为我的字很长 ，OK， 我就接第二段啊。Atas kejayaan， 他的成成啊成功啊 ，kejayaan。一颗加压安酿，他的成功，一度就完成了整个句子了。哎，讲完了吗？可加，等下我写错字了。可加压安酿，你要自己读书不搞大了。可加压安酿一度。好，奥斯卡的爸爸妈妈感到很自豪。老师，因为我今天可以看礼物。看什么礼物哟？我倒没有买好文具，我的文具又下一个了。blue 啊，你要换什么？我不是给你换了嘞？那是你欠我一颗星星，我不是给你换了？
老师，我要换。老师，我要。老师，我喜欢你啊！我要写我呀。给这个好了。老师，这样我还要写一颗。可我现在。你什么时候可以啊？英文华语时刻，我不知道要换华语给你啊！你要骗我东西啊？老师，我要 blue， 我也要。你刚才那种东西，吴老师，你觉得我会给你？老师，我真的是可怜。给他东西，给他笔芯，你妈给他笔芯，他拿来玩。结果妈妈跟我讲，跟他没收，永远都不给他了。没有，妈咪的信息我给我。给回你妈妈讲了，她永远不会给你用。这句话是我跟你讲的。但我妈咪给我两三年机会怎么用？对，妈妈给你现在没有的用。妈妈，我们先解释一下啊。OK， 这边有两个人，一个 Fawzan， 一个是 Darren。好，他们进行对话啊。什么叫做 The Robot？ 懂什么是 The Robot 吗？懂。OK， 我开给你们看啊，我 share 给我们看啊。你看了，你就会知道了。不用啦，看一下子而已啦。不用紧，等下我五十分钟，我没有给，明下礼拜我不要给人家呢。有。看什么是德罗邦先。对了，这个是他们制造的玩具啊。等下我share给Venice 看先。这种是冰威用的嘞。啊，冰威。这个哈是一个的罗邦马伊娜，等一下我share给 Venice 看啊，在哪里啊？刚刚没有看到哦。这个啊。什么好像没有出来耶？啊，这个啊，就是你要看远的东西，你就要用这个望远镜。可是他们制作的，他们制作的东西是玩具来的，玩具啊。有些是万花筒，对吗？啊。OK。OK， 好啦，看到了，维尼斯有看到吗？这个叫 The Robot 啊。但是我爸爸有用这个嘞。啊，很好，你爸爸有用，我就不要谢了。在山的时候就说了我爸。是，如果你去山上，他可以用这个 The Robot， 你要看远远的东西。啊，小孩子的，这个是 The Robot 的意思，就是玩具望远镜。给、okay， 这个叫玩具啊，望远镜先写望远，望远镜。那望远镜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远的东西，眼睛都不用用到这么吃力啊。给、okay， 这个是玩具，是玩具，玩具来的，他们制造了。他讲我可以制造自己做，我可以自己制造了。哇，他讲你很厉害耶。好，所以他们现在又有一个设计的比赛，他自己设计的，给他创造自己的作品啊。他问他，你可以教我吗？怎样做？可以。他讲，别人跟他讲可以啦。OK， 他需要用到什么材料？两个 bottle plastic， bottle plastic 是这种，这个叫 bottle plastic。我不知道，其实我喝白开水。这个叫 bottle plastic 啊，就是塑料瓶。不懂啊，刘老师去看，然后没有人要的，我就敢拿来了。因为我的瓶子，等下我去找我的塑料瓶啊。喝了，喝完了的。塑料瓶你们大家都有的，老师我没有带到瓶子，老师就会给你们塑料瓶。我有带的，这样我去问柜台老师，我的盖子在哪里？给闭上。倒干大 plastic， OK， 又开干大 plastic， 我没有浪掉啊，你们自己写啊。干大 plastic 就是一个，它需要的那个是很像你的镜片这样，有看过吗？很像老师的眼镜一样，这个叫做干大，看到吗？它帮你辅助你的眼睛的视力，看看这个叫干大啊， OK， 开给你们看。
本呐、啊，开先，不然等下你们又不懂什么叫刚刚。讲完这个，我们就可以去 spelling， 哎，就按了。今天只是两句而已啊。老师，我今天可以满分的。两题都会。老师，这我考你哦。嗯，我又要写给 Venice 看哦。第一次100分，有点难。等一下，我再写个。OK， 这个叫做 Ganda Plastic。看到吗？你如果有戴眼镜的话，你就会有知道那个 Ganda Plastic， 或者是你有看过那个放大镜吗？有吗？这个就是，它用一层 plastic 哈、哦，一定要弄着那个望远镜的。小姐啊，这个叫 Ganda Plastic 啊，你还切了这个 ，OK？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Ganda Plastic。那以后我们要做眼镜，我们会去到那边，我们会用那种一片一片的。快快快！那种。OK， 还有什么？钢大 plastic， 还有 ，Bita 有看过 Bita 不拉干啦？粘纸 ，Bita 可以自己做，你们要做吗？自己做啊，回家自己做。那两个哦，又要不要坐在一起啊？刘瑞恩，你也是的。对，这个叫 B double 干。老师，他们两个都是 N。一个选一个 N。老师，一个 N 一个选。一个子。下次老师讲一个 N 一个选，一个加选，一个是子选，一个瑞恩。哇。OK， 所以这个老师给你们看的这个叫 B double 干粘纸，他需要用到这个材料啊，粘纸啊。老师，粘纸我不可以给我们的毛的。OK， 所以这个叫 Bita 不能干。老师，把刘瑞恩给我们五个人做。是不是很吵啊？不可以跟他做，等下只选一个人做就好。OK， 还有大力。OK， 盖老师有写了一些字啊、哦，你们有抄到了没有？没有。我到 plastic 塑料瓶。老师，我可以跟叶晨做。不可以。不可以。你跟谁做的？李少是刀，刀，然后干大 plastic， 好了，干大 plastic 就是老师讲的那个塑料的镜片啊。塑料镜片还有胶纸。我们讲那个粘纸的，不要讲胶纸了，粘贴那个纸。胶这个胶对吗？胶纸。有胶纸吗？塑胶的胶啊，这个胶纸。给大啊。大力就是绳子哦。哎，他需要用绳子，他需要用到这些材料。我跟你讲，你不听，下次你的功课你自己做啊。要吗？每一个东西导师都跟你们讲过，请听。绳子，绳子啊，大力是绳子。OK， 可以了吗？可以。OK， 我们讲到这一段就停啊。Bahan-bahan yang digunakan mudah untuk diperoleh， 他讲他要用到的材料。这个材料啊，巴汉是材料。不用紧，你们够时间的。我都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做好，我就没有办法帮你改啊。OK， 材料很容易获得啊，要用到的材料容易，不但是容易。容易。啊，容易。还容易就被获得。什么是那两个很潮？他们坐在一起。本来子萱是很安静的嘞，被刘瑞恩带坏了。没有，是呢。他怎么要画那个纸了？OK， 到这里停啊，我们就拿出布子了啊。OK， 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我都还没有画够，老师你可以说十二啊。没有，我要布子。
老师要考人家那了。是我们考人家那了，就要考人家那了。这人家那了太美了。很近，你难道你要小出来啊？老师不要啊，等下我不要把你整理啊。暴风雨。OK， 我要学 whiteboard 了。老师，我没有那个纸，老师不要别那个嘞。老师，我没有那个句子。什么没有那个句子？我没有拿那个句子。上个礼拜没有上课没？有啊。上个礼拜你没有上课没？上个礼拜我没上课啊。为什么你没有上课？上个礼拜学习啊。他又没有问老师哈。没有，他有问题，他去那边，他有问题，我有听到一点声音，可能太小了。没有，他要去柜台做么？只有柜台老师帮到他吗 ？OK， 来 ，Kamis。我不懂。再讲就完，就写不到功课了啊！他做什么？我会读给你们，其实我要你们背的，你们一定是没有背的。可以了吗？你的书本有找到吗？在桌吗？你有去拿吗？去拿，你在桌了。静静子也在桌了。我昨天因为瑞恩。你不用交功课给我，因为我不懂你在写什么。最起码他还有东西出来了，虽然字很乱。有啊，有看到在 drawer 啊，所以老师把那个东西放进 drawer 了，因为你没有收到，你就去学校了。Okay， 那么沙杜嘎嘎嘎嘎，我念嘎嘎，你就写嘎嘎，然后请安静。不要来跟我讲老师玩，然后第一个字 ，masi huruf besar， 希腊 huruf besar， 大概什么了？啊 ，berbuah， 你看你们都知道啊。kakak berbuah， dengan， sebenarnya， sudah， kakak berbuah， okay， 再来一次啊， kakak。Berbual dengan kawannya. Dengan kawan. Kemudian dia berbual. Sorry, kawannya. Ni apa rakannya ya? Kau kawannya ya? Kau. Okay, cari cari. Kakak berbual dengan kawannya menggunakan telefon pintar.就是智能手机。再重复啊 ，kakak berbuah dengan kawannya menggunakan telefon pintar. Mei. Cuaca hari ini
Cuaca hari ini sangat panas. 然后你要记得你的句号啊。Cuaca hari ini sangat panas.